他在1988年的时候，也是台湾美展47届的时候，他得了奖，然后连续了这个五年的时间他都得奖，所以到1990年的时候才被推荐为台洋的会员。所以我们从那个时候开始啊，我们活动都在会在一起。我想他的为人啊，那么处事非常的诚恳，同时待人非常的热心，尤其是他办事非常圆融，对公益的活动啊都很热心来参与。那当然他，我所知道的，他也曾经在国立艺专去教过书，自己也组织了贤中的一个画会，那么来跟会画友来互相来勉励哈。所以我一直觉得他对于艺术教育来讲啊，是等于非常的有贡献，而且是一位非常杰出的油画家。